之前係 J 咧就休息咗一段小嘅時間啦，咁啊而家就會有翻演唱會開翻啦，咁會唔會有啲緊張啊？有啲唔習慣咁樣？緊張一定有嘅，緊張係緊張點樣可以將啲演唱會做到最好？因為距離上次演唱會兩年前啦，咁上次就紅館嘅，咁個壓力大好多。咁其實今次就唔喺紅館啦，咁就個場細少少啦，但係其實交俾觀眾都係一樣咁多。係啊，咁今次又適逢係除咗關心妍之外，又多咗 C12 啦。咁變咗 C12 個期望，大家又擺咗好多。咁所以反而呢個令我係最頭痛。譬如話以往睇翻，譬如千華咁啊，可能之後開翻 show 出新歌咧，就嚟咗個色畫就好 sexy 嘅詩人嘅。咁啊 J 咧不嬲開演唱會咧，都會展現佢 sexy 嘅一面嘅。咁今次嘅演唱會會有啲更新嘅突破咧？都係交俾 C12 咯，關心妍都係點到即止啦。係，即係 focus 喺 C12 可能係都係會比較 social 啲，即係 C12 會 wild 啲咯，即係同埋會。會狂啲咯，即係冇咁關心妍，因為始終關心妍會有好多嘅身份喺呢度嘛。咁 C12 其實係我嘅分裂，即係唔算係 exactly 自己，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嚇。咁但係嗰咁好玩咯，係啊，咁變咗啲啊 C12 同關心妍好似兩個人，好似多咗個嘉賓咁咯。係因為其實你當你有咗關心妍嗰件事去睇咧，你其實好難覺得會使得到，你好多包袱同埋有好多人覺得我唔應該咁，有啲覺得係咁。咁變咗佢會有一個模式框住，唔係我自己框，人哋都會框住一啲嘢。你太 over 又覺得哇做咩啊？你太冇又覺得哎呀好似冇乜嘢。咁但係 C12 就係你當唔係我都係當唔係我自己嘅，即係唔係關心妍，係一個另外一個人。而呢個人要做呢一啲嘅嘢，咁佢點去演繹成件事？即係好似你做戲咁咯。關心妍係自己，跟住我演繹一個 C12 嘅角色，佢係點咧？佢係會譬如。在罪名的 MV 是有哇藏戰的，哇這些我真的從來我都沒試過，我的 MV 都沒有，我要跟自己說是好像演戲一樣，現在要演這個角色，我要投入這個角色，C12不知道他懂得跳舞，但是當他懂得跳舞，我要這樣去跟自己說，那件事出來就會做到那個效果。那會不會譬如反轉電子元素的東西會多一點呢？多，因為它是電子音樂來的嘛，咁所以但如果電子音樂你喺而家香港嘅市場，你一定要有啲嘢喐嘅，係啊，咁變咗我哋反而排舞嗰度係最即係最頭痛啦，因為你知我好叻噶嘛，即係我其實跳咗年好俾心機嘅，但係咧天分咧有時真係去側埋一邊，得嘅，隨住音樂就會啲律動就會出嚟㗎啦，我好盡力㗎啦，其實即係你知啦，我哋。都唔係細路仔，都好難，即係一下個突然間好靈活。咁但係我又唔想令觀眾失望啊，好似冇嘢睇咁喎。咁所以都好努力咁樣，以我僅有嘅能力去將呢一 part 發揮到最精彩。